TUMA 荧光夜跑今年活动画面资料照，响动行销提供。记者卓嘉平综合报道。 TUMA 荧光夜跑将于2018年全面跃进，引领跑友迈入城市夜跑的新纪元。活动日期台北站2018年4月7日6，高雄站2018年4月14日6举行，并且将于本周四12月21日开放个人网络抽签报名。此外， TUMA 荧光夜跑在今年首创组合是个人完赛奖牌，成功引爆国际路跑圈热门话题。2018年除推出更具新意的个人完赛奖牌外，也将推出更具个人特色的纪念商品，包含纪念奖杯、纪念奖牌和与纪念毛巾帽，兼具实用性外，更创造赛事纪念收藏意义。TUMA 荧光夜跑今年活动画面资料照，响动行销提供。